紧张吗？你应该不会吧？有一点点。是的、喔、一定会有一点啊，对啊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不会用很严苛的标准看我们，所以就有稍微放松一下。可是真的就是会很匆忙，因为我们要换衣服，对，还蛮紧张的。我觉得这就是 Levi's 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女模特身材非常好，穿起来一定好看。可是连我这种就是只有160的、欸、你穿起来也很好看。对，就是这种小个子的人穿起来其实曲线也帮忙修饰，然后比例也拉得很好，所以我就是很开心自己可以穿上这样子的牛仔裤，让我可以很自信的走在伸展，而且在他们这些长腿 model 面前也可以很自信。我觉得今天蛮酷的是那个龙的 tattoo， 对，因为就是中国风，对对对，他们的潜龙系列嘛，对，觉得就是Levi 就是我觉得一直向前闯，就像他们的 slogan， 对，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给大家，对对，中西合璧的感觉，因为明年是龙年，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新的氛围。